激动。我基金的那些事情也被曝光了，这一定是许逸晨出手了。不是许逸晨，他做事都走法律途径，不会去网上散播谣言的。那我是谁啊？这些事情我都隐藏得很好的，这不可能有人发现的。谁跟你讲不可能被发现？只是帮你压下来了而已。你什么意思？帮你打理福利院的一直是你表哥吧？你，他一直是我的人。你的人？我就知道你一直在利用我，所以那网上的消息是你放的，对不对？你激动什么？乖乖的把福利院交出来，我还能分你一杯羹，不然的话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好好想清楚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好歹也算是许氏集团的半个员工吧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来许逸晨。不会耽误你太久了，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些关于宋真雅的事情，你看了就会明白。你是怎么拿到这个的？凑巧吧。